然后小条的啊，对啊，你那里就很多了啊，你那个竹子下面呢？对啊，哎，那个位置钓钓看呐、啊，那边应该有很多珍珠石斑，可是不知道还在不在，有点变了。至少要这样子吧，比较像花一点点。有哦，大一点的。不错哦。这个你要吗？不用了。可以说它比较想抓珍珠石斑。我说这个带回去煮汤啊。今日比较大尾的，今日最大尾，两指啊，三指有啦。哦哦，来了，有大的，这一条，冰封，大一点点，大一点点啦，大一点点，真的是很没道德性。哦，不小不小，哦哦哦，快躲位哦，哦，耶、yeah, ，上镜头一下，哎呀，还好啦嘞，啊，你要这样子而已。真的喜欢吃小小虫，哦，有有有。哦哦，给你写了啊！哟耶！大爆发嘞！大爆发哟！哦，不错哦。对。嗯。吃了之后都在原地。有很多都是这样子啊。乌锅鱼耶，哎呦，珍珠哦！哦，可爱哦。哦，上了上了，哎，还好吧，呀，中，我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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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大了被拉中了，哦，今天最大奖，快点去，哦，大了大了 ，good。可以上镜头吗？有啊，来这里啊。对的。不要打掉。别了，不会的。大一点的。
值哦，是值啊，大钩重大的，大钩重大的，我们来了，哦哦哦哦，今天一直拉大的嘞，哦哦，不简单，连续中两条大的，哦，哦哦哦哦，这条比较小一点，但是也是可以的。啊，有吃的，啊，我拢无吃鱼。嘿嘿，吞进去。哦，珍珠。大了，大了哦。还好吧，也大。我很大。啊，都好像躲在你那个洞呢。对啊。奇怪。靠腰。很好。珍珠石斑，哎，你怎么可以钓到这么小条的？乌龟，还有蓝钓，你看没完全变形？这不是乌龟啊？不是嘞，这不是乌龟啊？乌龟啊，不是安尼。要拍太阳镜啊，抓乌龟过啊。简单嘞，我这两个嘞，太多了啦。啊，珍珠石斑嘛，未少。哦哦，谁讲的啊？珍珠石斑未少。啊，这一尾啊，是哦，红毛鬼，红毛鬼哦，我今日钓红毛鬼钓较少，伊鱼仔较袂惊，较会使放。对面迄、那個、对面，哎呦，大尾哦，惊死，我叫奇怪，哦，大尾哦，袂叮当的拢大尾，哎，甲子。嘿啦，我过迄支较上长，差不多安尼啦，我这支安尼，安尼较拄好啦。你这支嘛，我这支到手啊，安尼嘛够算长吼。嘿，啊还好啦，啊够会使，伊支就上长，十五尺上长。哦。看大尾。哦，珍珠石斑。这还好啦，今年拢，我这款也较侪。比珍珠石斑可能太多了。珍珠石斑较好饲吧，但我想讲，咱咧开了，遐红毛鸡嘛会生哩，啊，遐嘛会生，两行拢会生哩啊。会活就好啊。有啊。会活就无问题。会活，你都袂较少饲咧。到后摆咱就爱食。就爱钓。钓几尾啊，嘿。啊，较快啦。啊，食你最近咱钓鱼啊，咱无迄牌啊。咱无迄牌啊。哎呀，那还好，但是以最近来讲，已经算较大了。哦，开了哦，哦哦哦，哦，这边抽哇，下一，哎，下一啊，哎，爽哦，啊，奥巴马，快到，奥巴马，那快人叫宝贝，你啊，看到他有啊，我搞死贝。珍珠石斑镜嘞！哦哦哦，哇！也拖高。哎，都是刚刚那一条吧。那阿古的田，伊去困顶间，毋是挖水袂甜吼。是吼。哦，大尾哦。哦。大的，咻咻叫。大了哦，大条啊，哇，大条呀，好料，好料棒，无炸网啊，就是，这个缺点。标题卡就是缅甸。哎呦！哦，太粗！哦，这最高。有啊，我有。你个口夹对吧？夹尾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要几个走去？我的水，我的水高，我的鱼高啊。无嘞，好像不是这一条哦。
魔力高啊，魔力，应该是别挑。啊，唔是，唔是迄尾，无共尾。啊，珍珠石斑也一直加，伊会加，但是他拄啊即尾甲阿弟钓迄尾。啊，你这是珍珠啊，是迄个？哈。我摸过珍珠。珍珠啊。珍珠啊。咱刚才迄阵啊来珍珠迄货飞啊，迄个是真高吼。呀，放到油价，油价好，大钱。有够歹断。我搁钓一个。看来嘛是难钓啊，你看来敢袂？啊？你看来迄是是是啊？毋是？迄嘛好魔鬼啊！魔鬼啊！那只够死了，家己也放下。伊的目睭就是标准的目睭啊！唔免啊，我顶届就。顶届才提转去啊！伊早早起提转来啊！我早起就提转。顶届提十外尾啊，还袂真嘞。还袂相当，还要接力。无波鱼，就走。
钓场铺应该是这样的。乱丢垃圾比电鱼网远还要糟糕，差不多行径，不要再干这种事。不明白啊，今天还是在自愿。不过今天有拜啊，跟哥哥跟三伯一起来钓，快了，我钓了，好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